原建筑师温哥华做建筑承包商，设计中加入中国文化元素受欢迎。数码影视制作大有可为，华人青年成立影视公司。留学生毕业后在银行和服装店兼职，开办医美店，自主创业，一路奋斗前行。新时代电视星期六首播，一起来关注新风采。